民警在马路上看到骑士逆向上前拦停，骑士报了身份证字号之后，转身就骑回家。违规地点距离骑士的家只有短短3秒钟的车程，警方赶快追上去。阿尼，我就还没查完，你干嘛要骑回来啦？没驾照哦。哦，你开啊？有啊。哎呀，啊，我你咪个骑啊？骑士无照，逆向还酒驾，当下他表示要拒测。 干哪呢啊！我照规定行啦，无安怎啦？无受。我知啊，我无安怎。啊，你喝酒不要骑车啦，我不会凶你啦。骑士看到志愿警力到场之后，转身就要开门进到屋内，民警立刻制止双方爆发了肢体冲突。警察啦！哎，哦，志远，你在创啊？我来摆红外公母哦。掐脖子，把他拖出来了。他妈人咱俩骑车安尼足艰苦，我是反靠。 骑士认为警方执法过当，远警否认有掐脖，而且远警在拉扯的过程中倒地也有受伤。事后双方都到医院验伤，骑士还指控过去和远警就有过节。因为我跟他之前有纠纷，申诉监察该名远警去年并无因对秋楠开立交通违规罚单，事后被记申诫请示，故绝非辖院报复。 现在双方各说各话，也互相提告，让司法判决来厘清到底谁对谁错。三立新闻刘安静、何振凤高雄报道。